2014在坑内看牛还比有没有想法的。好勇啊，这一个2014被挟持住了，两个人这个能 pick 的位置太多了，这两个人像打地鼠一样，你没办法，就是这两个人就是能跑位的空间太多，我这个地方探个头打你一下，那个地方探个头打你一下，你怎么办，对吧？就玩不了。是的，确实给到了一个王组长的刷新，就还没 喊人过来支援了。经典三打二踩住高点的一个位置， VLG 由于刚刚直接往水这方还去靠， SMS 直接一波坐地收割，把 VLG 给收割掉了。是的，现在17也不在悬线，17也在寻找场上的机会，但是前面其实是有点小的坑是能待的，但是看17两个人已经贴到了 RBS 近点了，小北还在抽原来的靶啊。你看这个点2014就是招架不住，因为现在目前 R 城 RBS 的这个背身就是北边，它是不吃压。我现在巨幅有点难受，听到这个点学校这个位置 MCG 还没有动，先打一波抽靶看能不能先收分。小宇宙已经被击倒混在烟内，但是这个人头被男的给 K 掉，好气。好，另一边穆斯里是放到了阿贝斯的12月，这盘是直接被烂人给直攻击房，先扔雷，队友是直接贴近，但是对方反雷，小杨状态是真顶啊，过点的时候被特别抓到机会，一滴血直接被阿贝斯的 M4 给打掉。还是最后一个小五弟，这个分数能够补到吗？两个人大协同扔闪啊，爆雷啊，这一波应该是没机会了，只剩一只刚喝上饮料，是的，收割掉了。坦克一直在看这个点的，并不会这个跟你死卡蓝圈边缘，他是这个帮将这个战线展开啊、能抽到你一个抽到那个，他也不贪枪，打完我就往回撤，是慢慢控制边跟你打，拉扯你一下就拖你节奏。水塔的位置是连山的，他可以往后回拉，这一次 MCG 被击倒一人之后选择开车拉进烟里先扶队友找机会离山，子弹打完之后实际受就要换位置去顶近点，因为你没有连续能用，知道吧，你得去换步枪去打近点，那么这样的话场上会有个位置的互换。知道 SMS 这个位置被架死之后的话，实际是要寻找机会主动进攻 RBS。鱼人自己发手雷，这波是连续出枪啊，出枪加手的配合是连续放倒17两人，但是由于之前 RBS 有过一个减员，所以说 RBS 本身人数就不是很多，现在目前应该只剩最后一个。飞闪给火在烟雾当中压缩下位置，是的，狼路通过这一波战斗的话也是贴到了 MCG 的脚下反破，拉我来小鬼没问题，让 RBS 这一两分给全部清，这个双反的话你舔了非常多的包。女孩比进了坑，她是封了这一侧侧身烟，前面也是输出了一波 SMS 现在是目前也是进了圈了，但是只有两个人啊，火力点不是很足，只是 SMS 跟实际要率先吃蓝圈上来，都想把这两边的分数先给他卡死。哎，烂人出手放倒了小鬼。是的，本来翔路这个位置很难受啊，但是由于十七把注意力都放在了 SMS 这一侧，没有人出枪去打这个翔路，也是源于头顶上的 MCG 不断施压。下注烟边，现在就看十七。哇，十七兽在这种极限的情况之下，还把 SMS 两人的分数全部打了一圈二，而这边 MCG 跟翔路 gaming 这边正面交火。这个机会给到 Newhappy 了， Newhappy 又要过来出来劝分了，又是满编不断排点四打二打一，明明连续打了两人，又带走一个，最后一个三打一都不用扶人了。 Newhappy 是一个淘汰成功刺激，所以说就这把吃完鸡之后，大家再回头去看复盘 Newhappy 的运营真的很难吗？其实并不复杂。